你来台湾几年了？我来台湾14年，14年了，对，哦，很久。对，那你为什么想要开7人座的 SUV？ 因为我的 family 很大。有 big family， big family， 还有很多朋友啊。嗯，我们对，很多次去看。你喜欢 camping？ 对啊，对啊，很喜欢。这个车不错。去露营真的很好。你刚好你的家人如果都要从加拿大来，也可以载他们去玩。对啊，他们每年来，我妈妈、爸爸、阿妈都来。对，然后有老婆，我的女儿啊，对，所以真的很好，7个人坐的是不错。那你开起来感觉怎么样？它是柴油车哎，你真的？对啊，你感觉到它是柴油车吗？没有。因为柴油车是有不一样的声音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对啊，而且你刚刚有试过，它有不同的那个 drive model， 对，有可以换的，我现在在用那个 sport， 现在是 economic，对啊，那这个车在加拿大，如果像这种车在加拿大，很流行，因为加拿大比较大嘛，对。啊，你现在开是开什么车子？我现在开了个 SUV。哦，也是 SUV， 但是是五个人，所以位置不够。位置不够。所以我刚刚看到你，好像还看到一个很特别的，你头顶上这个天窗很大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晚上看星星最漂亮，感觉怎么样？开起来了，好棒哦 ！Driving， 很舒服啊，很舒服。对啊。Also have a 200 horsepower. 200 horsepower. Yeah, 200匹马力. Oh, 很好。